转身，谁能把感慨抛在脑？在时过境迁以后，这段情就算曾经刻骨且铭心过，过去了又改变什么？就是虽然我们分手，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会快乐，纪念他一下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对啊对啊，你写给男人的歌都是在失恋以后再写。我觉得下次要在谈恋爱的时候写给他唱给他听，这样子。真的吗？你有什么好害羞的？对不对？那个我还蛮矜的，嘴巴都亲了，什么关系？来了，开车去接女朋友，为什么我们男生会这么急？有很多外来因素，因为有的时候你们大小姐们都住在巷子里。当我们停在巷子很 gentleman 的停在门口的时候，后面就有一个人，拍手拍手，对，还要再去绕一圈，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说这个不能怪我们男生，我们男生是因为不想到影响到别人。你不要讲女生了，每次我去接你的时候也都是前三个路口的，小康我在楼下了，你现在已经在楼下了吗？我说我在楼下了。小康也是这样，也是用这招对付他家那个巷口也是没办法停车的，你知道吗？要不被按喇叭？有啊。你看到后面有车来或前面有车来，你就再绕一圈。对，哦，真的。你今天摆我这一句，没有啦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不只是女生会，男生其实也是不遑多让的，在这个等待界。你又不是我男朋友，你等我是应该的。哎，这是多少？他不是我男朋友，等我是应该的。如果是男朋友嘞，那等我啊。OK， 女人还有一个毛病，哎，恋爱以后。仿佛得了失心疯，就不再想去工作，会吗？会不会？会不会？嗯，我们不是说两位一定会，哦，但是大部分的女人会有这种毛病，就一直就发白日梦啊。对对对对，女孩子傻，心里想的都是那个。对啊，可是女孩子其实不会慌吗？啊，我荒废了工作，那将来怎么办？不会这样想。欸，我在这方面倒是还蛮理性的，我都会想说时间到了立刻把男友撇在一旁，立刻去工作。对，啊，是哦。不过我觉得我很多姐妹们都是会为了爱情荒废一切的人。对，然后这样算笨吗？这个赌注太大了，痴情啊。所以哦，所以才会当失恋的时候，女孩子就很容易恨男孩子。我在谈恋爱的时候为你付出这么多，嗯，我不工作，我陪着你，你最后为什么要离开我？哎，可是我什么都没有。对，不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说一谈恋爱的时候，哎，我跟你讲，你现在爱上我，对不对？你不要工作，你陪着我，好不好？我们都没有这样讲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反而是不好意思讲说，嗯，哎，你怎么都没工作，而且不好意思明讲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还要用暗示的点他，哎，你是不是？去工作一下会比较好，不要荒废了。对啊，但是他们都不管你。真的哦？觉得呢？我反而会利用那个时间去写一些情歌。哎，分手之后为我的男朋友写的这一段，难怪就是听起来像分手的歌，真的是我不能过了。哇，听到这句话，我刚刚差点哦，就是心，就是虽然我们分手，但是我。
我还是希望你会快乐。纪念他一下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对啊对啊，你写给男人的歌都是在失恋以后再写。我觉得下次要在谈恋爱的时候写给他唱给他听这样子。真的吗？你是有什么好害羞的？对不对？那个我还蛮矜的，嘴巴都亲了，什么关系？那也是，那有什么好害羞的？那你下次演个戏给你老婆看一下。那怎么还需要害羞，对不对？小孩子生了，不是害羞，这样很怪嘛。哎，老婆，你坐好，我演一段戏给你看，很怪嘛，对不对？曾经为了姐妹跟男朋友吵架过吗？不会啊，你姐妹人蛮好的。对啊，我觉得他们都很谅解。我们会为了自己的好朋友而跟女朋友翻脸，真的，永远不见面也没关系。小康是会的，真的，小康是会的，我就干出过这种事情。真的，那结果怎么收拾？没有，不用收拾啊，就没有，收拾行李走了，真的吗？戴着我的安全帽啊，拜。是因为什么事嘞？因为我的兄弟们跟我说，出来，是不是兄弟就看这一次，不出来永远不要见面啊。那我就转身我来，我跟他们出去一下，然后这个女也很硬，出去就不要回来。再见。我那兄弟一见面欢呼，哎，叫我也回去，他不要回去耶。对啊，其实我觉得女生应该不要这样子试探。对啊，不行不行。其实这已经不只是试探了，她在管这个男朋友。对啊，或者叫你选边站。对。最笨了，女孩子这样做。对啊，我觉得太笨。对啊，何必？比如说像同样的道理啊，各位女生听着，有一天你们要跟女孩、你的女性的朋友们一票人家出去玩的时候，当我们说你出去不要回来的时候，你心里一定很不好过的。嗯，对。因为他明明知道说这一票跟你很好，出去也不会有什么事，但他还要这样弄的话，你们也会不爽啊。对，对不对？对，是没错。很多女孩子就是说要女权运动，但是他们做的事情永远都是不平衡的，就是这样不平等的，对不对？真的吗？你们男生会这样想吗？被女人欺压？看事情，真的不敢讲。大老婆的男人超可爱的，你不觉得吗？我觉得就是可怜呢，我觉得就是很可怜，可是却很可爱。我就觉得这种男生，就是好男生的感觉。真的，我会有这种感觉。我不怕的，我不是可爱，我是帅。OK， 你们曾经为男友做过什么样很大的牺牲吗？我觉得应该是我在谈那个远距离的恋爱的时候，对啊，谈了四年，然后这四年都是我一直飞。美国，不是他飞回来，他很少，没有，他是住美国，我们是在美国认识的。哦，那你活该，我不知道你要在美国认识。意思就是都不是他来，都是你去这样子。通常都是我去，对啊。因为在印尼认识就比较近一点。所以你看，这个就讲到我们主题，谈恋爱的时候女人都变笨。对，你可以叫他飞回来一两趟。为什么要这样不平衡？一定要你去？对啊。对，我也是这种人呢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感觉我赚的钱比较多，是吗？不是，不能这样评估啊，因为爱没有用金钱来评估。对不对？如果你爱我，哎，你就要去凑钱飞回来给我。那也是哦，那也是。所以你对不对？你那时候是因为也有想到这个经济能力的问题。那时候也没有去想啊，就是。可是你想想看，当你一个男朋友对不对？他其实没什么钱。他到了你家门口说：“哎，叮咚，我到你家，可是我只剩10块。”你会不会感动死？我会哭成一团。对，所以你男朋友太笨了。要是我一定撒这种狗血。不要钱财。真的，这招很高招，真的。